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游龙秋啦，伫个阮这群仔来哦，大家拢叫我阿伯来啦。恁老在看电视哦，恁老应该知影。今仔哦，有这个姻缘，咱除了咱上个要讲哦，因今仔有这地藏王菩萨啊，甲普财神要做这个开光典礼仪式哦，阮来替因服务。拜讲哦，这两尊神尊哦。不是用一般的茶来调节的，嘛不是用一般的叶啊，是咱常咧讲的哦，咱这个足流行的台湾的国宝，什么叫台湾的国宝？你像我倒这边哦，这只小狮啦，啊我正这边这只小狮，甚至哦，我今麦徛这，我后边哦，这左边，拢用这款迄落石台湾的国宝的叶啊来刻的哦，即咱一般的人拢当作啊，这哪有啥？这这石板嘛，这台你石啊嘞，唔对，你看，我即马挂这吼，这嘛是拢台湾的国宝来刻的哦。咱今日嘛真欢喜，啊，拄好开发这个台湾的国宝吼，叫这个墨翠啦，这头家牛来，咱来甲访问一下，好，行。哎，谢老板。尤导演、欸，你好。啊，你是在叫啥？我在叫台湾国宝啊。哦，这台湾国宝啊，这跟我挂这同款啊。哎呀，我嘛有啊。哎、欸，你嘛有啊。对啊。有。啊，你也再讲解说一下呗。哦。这台湾国宝，你什么时阵发现的？1970年哦，在咱这个报道台湾哦，在咱这个中央山脉哈。哦哦哦。哎、欸，日月精华哦，形成的啦。安尼哦。哎、欸。哦。啊，你是安怎要开发这款那个墨玉？墨玉啊。哎、欸，因为。这具有磁场，啊、嗯，个诶，会使哩活化细胞，活化细胞，嘿，啊，个会使对让人体这个血液循环非常有很好的帮助。哦，啊，今仔听讲今仔就是我委托恁雕刻这个墨位，雕刻咱那个地藏王菩萨，啊，个五路不在行，哦，安尼这算功德真大嘞。诶，感恩受迄个神王老爷的授福。你也再去讲解解说一下，这墨位有啥物特色啊？有啥物较迄个特殊所在？哦，这个特色哦，就是咱这个迄、那个。哦，这样、哦。嘿，我讲安尼较清楚哈、哦哦哦。因为咱这个墨位哈、哦，是它具有非常的特质，它的能量哈、哦哦，这是外靠保卫的石，所有的哈、哦，等于讲哈，你几乎可以没有办法去给它，就是。它的质感里面有这个铁质啊，所以讲你伫这个你看到这个石的时候，安尼是拢看无纹路吼。啊，咱即马咱也是电话安尼甲照的时阵吼，咱这个石纹石，石纹石也花纹都出来了，很透明的，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的石是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要创啊？啊，这个是要试验给你看哈，咱这个。是磁铁啦，好啊！咱这个是安那，咱这个宝石是安那非常的珍贵，也能活化咱的人体的这个细胞，甲咱这个有这个能量。因为伊这个本身，伊在咱的这个地质的时阵哦，伊家己都有这个铁的这个能量哈。啊，咱所以讲，你甲看安尼吼，吸不吸？哦，吸掉了嘞吼。是吸的，因为这个磁铁是太重啊，是吸掉的。对，吸掉的啊啊！你若讲咱一般的，这一般的嘛吼。一般的，咱的这种的石，伊讲法嘛是乌的。不过你若是无注意去甲分别的时阵吼，你若无用这个磁铁来去，有当时啊，你唔知影讲这是真的啊假，所以讲这个是完全袂吸。哎，啊，我搁试一下互你看吼，你看伊这是袂吸的。对。啊，你来看这个是哦。对。它这个是会粘住。粘住。会有吸力的。欸、啊，所以讲，那阮的这个石啊，它就是在我们台湾，它就是具有这个特质跟这个能量。哦，这宝玉啊是无得找的啦。嘿。非常珍贵的一个宝石啦。宝玉。玉石。啊，你真好，你开发太真好。啊，无咱来迄落，我们咱党的吼，啊，伊先啊要开发这个咱要雕刻这地藏王菩萨跟普财神，我老母在世，咱来邀请咱这个董事长。大啦，你讲解释一下。导演，啊，是安那甲因结缘哦，啊来开发
台湾咱这新村讲讲讲一下。是是是，南边那台，因为咱多上来讲吼，它神威显赫吼，过去救过真侪人吼，阿嘛真侪神迹，而且个吼，有足侪神迹的发生吼。啊，所以咱神心大德啊，定下咧兴愿来拜拜，吼啊，就是讲咱庙。为着讲感谢这神仙大德，吼，对庙的出钱出来扶持，所以咱找专性吼，而且所有具有能量吼，吼，而且咧，吼，而且满意的报酬吼，啊，个业绩吼，啊，要来，吼，可能虽然讲加持，可以提供佩戴，还当可以平安吉祥安尼。哦，这神仙大德。再去找着吼，啊，曾经嘛，捌去找着假，阿廖，阿妹啊。才去找到花呢，啊！才去找到这真的这里，生意贸易也热招安尼，来雕刻这个贸易，来衣配神尊来佩戴安尼吼，啊，这是有能量的，是，我具有延缓坏线吼，对人体的健康帮助很大，都上啊讲加持吼，必为平安，啊，这个啊吉祥安尼。哦，我看咱上阿庙这吼，我刻两尊嘛，迄两尊嘛是拢。莫一级的嘛，变成九三啦吼，啊，所以这真神奇。咱信众来过年吼，咱这个叫做预备吼，挂了啊，大家就讲平安顺遂吼，啊嘛真带来真侪这福气好运啊吼。啊，所以就发生来响应，我们要来雕刻这九三，甚至咱上王爷。多上王爷，而且神尊用莫一条线，搁在观世音菩萨的神尊，搁福德正，搁咱这个即马搁调节五财神，今仔要开光点个，啊个地藏菩萨，哦，这神尊，然后搁调节咱的九塞吼，这全国。我拄则嘛看这个五虎将军，五虎将军，迄落即马会调节嘛。五虎将军吼是咱这个五路财神、五财神的这个坐骑吼，啊是这五虎将军吼。啊，所以咱调叫五常君嘛是咱神仙大德，啊，经过清洗，啊，遵照神意来调遣啊咧。当然，啊，既然讲有这款墨水遮好，啊，拄则咱有看来讲迄落五虎将军哦，啊，既然要开完哦，咱就使开一个武财神哦，啊，有迄落五虎将军的坐骑，这是开完啦。有啊，即马有开始伫迄落筹备当中啊。好安尼哦，哦，以后就是有开这个。拭目以待，即马过来都会出来啊，嘿。啊，不过咱原来有调叫。咱武财神吼，伊这个预备，但是即马就是讲有真侪信者哦，希望讲咱当调到咱武财神徛五虎将军的这预备，所以即马有甲咱这个这董事长，关于贸易企业董事长已经有签了，伫调协中安尼，啊以后欢迎神仙大德吼，来庙的吼，啊大家当来求财，哦求财求平安，大家大赚钱，来当登记安尼平安大赚钱。有听人来，你有听人来讲吼，以后咱这神仙大德吼，来咱的都城隍庙吼，来这个求这五财神，伊迄有迄个五虎的坐骑哦，啊求长哦，啊保庇恁哦，啊大赚钱啊，感恩哦。大中都神隍庙，赞。